What's going on? Where's my? 众所期待的美式惊悚游戏 Until Dawn 即将发售，在发售前，官方公开了媒体试玩版，我们也将游玩片段抢先让玩家们品尝一番。You jerks, Hannah.和先前推出过的 Beyond Two Souls 一样， Until Dawn 也是着重于细腻的剧情刻画，游戏操作非常简单，大多都是互动式的简单 QTE， 本作更是强调蝴蝶效应，任何决定或动作都会影响到后续的剧情发展，玩家也可以在 Option 选单中看出该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数值。都说是美式惊悚风格的游戏了，脱衣的桥段是一定要有的啦，但是要如何让女角脱衣，抉择就特别重要咯。另外，游戏中会捡到神秘的图腾，这些图腾会带给玩家关于未来可能性的预言，是游戏中非常关键的线索之一。Until Dawn 中英文合版预计将在8月25日正式发售，看游玩画面已经心痒痒的玩家们赶紧去预购吧。